跟我讲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事态很严重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的小孩已经被我宠坏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当然了，我们一直讲要事先防范，事先防范，但是事后造成的你不能说完全不管了。我以前不懂，我把小孩宠坏了，以前我观念不是很正确，我认为这样就是爱他，现在才发现事态很严重，他完全被我宠坏了，怎么办？这种事实不容我们一笔勾销或者闭起眼睛不理会，因为它终究是社会问题，终究是家庭的问题。我就告诉他不难，为什么不难？只要你态度正确，只要你方法好，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没有。那我就给他一些建议。第一个，你不要推卸责任，你不要把责任通通推给你的子女，不要。儒家最可贵的就是什么？反求诸己。有任何事情调过方向来问自己，不要朝别人，不要。凡是一件事情老把责任推给别人的，大概这个人没有什么长进。凡是任何事情都想想一定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一定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，这个人就很容易长进。反过来问问自己，就是不推卸责任的意思。那我就跟这个父母讲，我说你有没有责任把你小孩搞成这个样子？他说我有责任。我说那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他说以前呢，我就是给他太多的自由，他爱怎么样我就尽量顺着他。我说你知道就好了，可是你也不能现在一下子给他限制，他说受不了，他会受不了，因为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，所以你也慢慢慢慢去约束他，不可以说我现在想不对了，我要一下子来，不可以。任何事情要突变呢，效果都是不好的。我们都是渐渐的变，而不是突变。你看开车的人，明明那个公路很直，笔直的路，你都要这样，轮盘都这样转来转去，你是转好看的，可是你敢不转看看？你不转，它的车子就歪了，就很奇怪。路是直的，只要你那个轮盘不转的时候，它就歪了，它车子就歪了。随时要调整，如果你一阵子不调整，你就逼着你要这样，这个就要突变，一突变就出车祸了。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眼睛是往外看的，所以永远看不见。人只会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人完全看不出自己的缺点。所以儒家在告诉你，你要回头看看你自己，你不要看别人，你看别人干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改变，所有人都改变了。要改变别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。你要改变你的子女，你最好的办法改变你自己。你老去改变他没有用，他不听你的。人那么听话，那父母不会伤脑筋，父母怎么伤脑筋？人那么听话，老师不会伤脑筋。人那么听话，政府也不会伤脑筋。所有的伤脑筋就是因为人不听话。我们既然了解说我有点责任，那我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，我要勇敢地负起全部的责任。所以我就开始要用精神，叫做什么？不折不挠。反求诸己以后，我们就要知道不折不挠。换句话说，永远不放弃我的子女，永远不放弃他。哪怕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没有希望了，你放手算了啦，这种儿子不要也罢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因为我要对自己问心无愧，所以我就不能放弃。
我只要放弃，我永远问心有愧，永远不得好死，因为死的观念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子女，搞成这个样子，我对得起社会吗？我对得起祖先吗？我对得起。那我为什么要那样呢？所以我就要不责不责。那这些家长就很认真问我说，那这样真的有办法吗？我说有办法，他说我还是怀疑，因为我已经很用心了，还是没有用啊。我只有一句话，我说你的力道不够，当你的力道够的时候，他一下就开了。你看我们要创开一个，要突破一个难关呢，你实力实力实力实到95%的时候，他就开不了了，就差到5%你就开不了，当你最后就最后一把剑起，他就开了，他就开了。我们往往努力到80%，我们就停下来，算了算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们往往用力到95%，我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有希望了。这是没有100%的不折不饶。往往95%就是等那最后5%你就开了，你有什么放弃？力道够，一定突破。力道不够，白费力气，白费力气。哎，他慢慢就了解了，好，那我回去再试试看。那果然不久，他就讲有改变了。我说改变就好了，不要求急，慢慢来。小孩要改变，他会很快，你要去改变他是很困难。我们还有一句话，也是希望大家去体会体会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什么叫浪子？就是很坏很坏的小孩子，一旦回头来，那比金子还可贵。我们没有希望说把我们的儿子推出去当浪子，然后再把他收回来，我们没有这个希望。但是我希望各位知道，一个人永远不知道做坏事的人，其实不见得是好人。你看为什么很多人晚节不保，就是因为他一生从来不知道有坏事情，等到60、70岁才发现，哎呀，这么坏事情，然后开始做，完了，完了。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，不见得是好人，因为有一天他可能做坏事，他以前只是不知道有坏事，所以他没有去做的。一个人从小就知道有很多坏的现象，很多坏事情，但是他不做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人。我会做坏，但是我不做。我有办法偷人家东西，但是我不偷。我知道哪里有钱，我可以去拿，但是我不拿。这才真正的好人。所以不要让你的小孩永远不知道人间的丑陋事，那是温室的花朵，经不起考验。台湾有一个教授，他从来没有涉足花月场所，从来没有。他写了一本书很畅销，那个出版商就请他吃饭，吃完饭说我们去舞厅跳跳舞吧。那个教授说，你别来这一套，我一生不涉这种场所。那个出版商说，那我们就去一次就好了，你不是天天要去。他说好，那就这一次，然后他就去跳舞了。跳完了一个礼拜以后，他又打电话叫那个出版商说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那可能说好，吃完饭他说我们去跳舞。他说你不是说你从来不跳舞？他说礼尚往来，你请我一次，我请你一次。他去，从此天天迷恋舞厅，把所有版税花光，把所有积蓄赔光，晚节不保，很不幸。你不如年轻的时候，你哪里都去过，你知道那个不过如此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只要你不迷，哪个地方都可以去。你一迷，哪里都不能去。这个色不迷人，人自迷的，这是人的问题，不是那个场所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就是把罪过
归给那个场所，那是不对的。全世界哪里没有红灯区、啊、哪个国家没有红灯区、啊、而喜欢的人他到处他都会去找那个地方了，而不喜欢的人摆在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了。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那个我没有什么兴趣嘛，我也不会好奇嘛，那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小孩从小到大都很乖，不见得一辈子都幸福，不见得，因为他什么时候受到引诱你防不胜防。小孩从小就很调皮，不见得就坏，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干过了以后，他就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。我也逃过学，我怎么没有逃过学？好像也到田里面偷人家西瓜吃了，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只要以后不偷就好了。你把一个人绑得死死的，你要保证他一辈子都在这样很单纯的环境长大，万一环境一复杂他就完了，他就死定了。像我们不是，我们什么场合都去过，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，但是我就是不做，我觉得我最安全，因为我不会再好奇的。所以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？你怎么去解释了？就说我们不喜欢我们小孩变成浪子，但是实在不幸他变成浪子以后，我们不要放弃他，我们有本领把他挽回过来，他自己一改变，他变成金不换，他比谁都好。我建议所有的父母，第一个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子女，第二个他再坏再坏你也不要死心，不能死心，人活着就不能死心。第三个，不要认为坏就坏到底，没有这回事，那个坏变好的人那是非常可贵的，好变坏的人是很可恨的，好可能变坏，坏可能变好啊。那你与其好变坏呢，不如坏变好，因为他已经坏了，你不能巴斯马斯以前的不能重来。人生最难的地方就是你没有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重来，没有一个人重来。但是我顺便讲一下，就算你有办法重来，你也是跟现在一模一样，不会改变。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，一个大学生常常觉得，哎，我大一太不懂事，没有好好把握，如果让我从大学重来的话我会怎么样？不可能，还是老样子。因为人就是这个习性，每个人就是这个个性，就是那些习惯，要改太难。你看我们今天在晚上下定决心明天开始好好做人，第二天又是一模一样，又是一模一样。改过是很可贵的事情，因为它很困难。如果改过是很容易的事情，那改过就不可贵了，没什么可贵。孔子没有主张说人不应该犯错，没有，相反的，我们要容许我们的子女犯错。孔子只要求这两个字，叫不贰过。不贰过就是不犯第二次。因此呢，我们对小孩子其实是什么？初犯不罚，第一次犯就罚，太苛刻了吧？你自己都做不到了，你怎么去要求小孩子？第一次做错无所谓，记起教训，下次不犯就好了吗？其实错误是很宝贵的经验，不是说错误是很倒霉的。你看你一次走错路你印象很深，你就会下次走对路，不见得说一次错就永远错下去，不可能。当然也有人一次错永远错下去，也有，那就是彼此互动不良好。父母要提醒他，你这次错误没有关系，无所谓，因为人生很长嘛，你摔跤一次什么了不起，不要把它看得很严重。
但是你这次你得到什么教训，你说给我听。我们这次我经常告诉他，你要记住什么教训，其实他不听不进去。你倒过来吧，让他讲，你这次偷了人家东西，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他说好不来。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么严重，这么严重我就不做了。我说很好，这样很好，你能够有这样的教训，那你就不用怕说老师提心吊胆说你上次偷过人家东西，你如果不偷就没事，你再偷就不对，再偷你养成习惯，你干什么都要偷。你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他听，有一个富翁很有钱，但是呢他经常喜欢偷人家东西，他偷人家东西不是为了那个钱，是为了那个习惯，他偷来东西他很过瘾。所以有一天他娶媳妇了，客人好多好多，家里很热闹，找不到这个富翁，怎么找找不到，原来他什么，原来他又摸到隔壁去偷人家的鸡的。因为他到时候瘾头一起来，他就想偷鸡啊。这个人为什么讲偷鸡摸狗，偷鸡摸狗，就他很习惯了，到时候偷一只鸡来他就很满足了，人生很有价值。你说他错也没有用，因为就是他的习惯，就是他的瘾，一种瘾，偷成瘾了。因为打麻将也是一种瘾，抽烟也是一种瘾，喝酒也是一种瘾，只要任何东西不上瘾，其实你就很容易跟他改掉了。犯错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，尤其小孩子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只要能够改过，那比什么都重要，这样小孩就没有太大的压力。父母不必向儿子向女儿承认错误，不必，要向自己承认错误。来讲中国人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中国人是自己向自己承认，跟别人从来不承认错误的。你看我们都找一大堆理由，但是心里知道是我错了就好了。我们职位越高的人越不可能承认错误，承认错误还得了？所以我们老觉得中国人死不认错，其实不是，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嘴巴绝不认错，但心里一定要认错。你无缘过去跟你儿子讲说，儿子啊，我对不起你，以前我不懂做爸爸，你讲的话干什么？你脸也撕不下，也拿不下来了。你心里知道我以前错了，我要改，我不用管要求他，我要要求自己改，你从行动上去改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是个不接受道歉的民族，就是你接受道歉只是嘴巴道歉，你什么用？你行动道歉呢、啊、中国人要你行动道歉，不是你嘴巴道歉呢、啊、你嘴巴道歉干什么？外国人都是嘴巴道歉的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对不起就算了。你慢慢去了解这个文化的差异，中国人不是不接受道歉，而是他只接受行动上的道歉，他不接受你口头上的道歉。那回去个嘴巴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？你表现出来啊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你看我们职位比较高的，他做错了他用什么来表示？用请客，请客。哎，怎么老李又请客呢？不知道，那件事情做得很丢脸，对不起大家，所以请客表示表示，这就对了。他一请客他就知道他就道歉了，为什么要口头上讲？我们现在不是都教小孩要道歉，要谢谢，都把他训练成外国人。亲子关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要着急，因为儿子是你的，你想登报把它放弃掉都没有效率，都没有效率，对不对？你把它送给别人，他迟早还会认出你是他亲生的。你看我们多少小孩从小就送到法国去，几十年以后他还是要回来找亲生父母，还是回来，因为这是血缘关系。没有一个人不在乎谁是我的父母，没有人，全世界人都很在乎谁是我的父母。太多的事情，从小离开父母也不知道父母是谁，到了四五十岁了还在找父母，找到他都很高兴，
太多这样的案例。那既然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够把一时就来了断它，不可以，要想得更长远。我跟我儿子处不好没关系，慢慢的改变，我改变我自己，他改变他自己。你看，我没有说我改变他，他改变我，我没有说这样，因为那是不切实际的事。我只能改变我自己，我无法改变他，他只能改变他自己，他无法改变我。我改变我自己，他改变他自己，哎，我们两个就越来越良性的互动，关系越来越好，那就好了。逐渐的调整，逐渐的改变，不要突变。家庭不是闹革命的地方，家庭不是论是非的地方，家庭不是说谁有道理的地方。你有道理有什么用？我理有什么用？国家是讲法律的地方，社会是讲道理的地方，家庭都不是。家庭是讲亲情互动，彼此感应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金石是最硬的，最难开的，它都开了，它都开了。所以一家人真心相待，真心相待，你不怕关系处不好。不要因为短暂的误会造成长期的痛苦，不要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始终不主张夫妇离婚？就这样，你夫妻吵架、夫妻误会、夫妻说有外遇，那已经发生事实了，你为什么要追究到底干什么呢？大家忍一时，他后悔，他回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然后把一件事情忘记。那一小段事情为什么要把它影响到一长串的事情？没有必要。像这种都是想不开才会这样做。我们有一个建议，就是对人对事一定要看开，但是千万不要看破，不能看破。这看开跟看破差很远，你一看破你就心灰意冷，你什么不想做的，因为再好最后也是死了，人再好最后也是分离的，哪里有办法两个人永远在一起？没办法。你要夫妇，你说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哪有那么可能？当年我们最脍炙人口的桃园三结义啊，刘备、关公、张飞对天发誓啊，我们要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都做不到，都做不到。关公先死了，张飞后死了，刘备最后死了，没有办法同年同月同日，没有办法。那你还能怎么样？所以很多人说那个刘备不听诸葛亮的话，所以才把蜀国搞垮了。我倒请问各位，如果刘备听诸葛亮的话，他像刘备吗？那把桃园三结义整个忘光光吗？到底是桃园三结义比较重要，还是国家大事比较重要？不知道，这每个人价值观啊。所以大家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知道，我们对未来其实不是我们所能够完全意料得到的，你也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意料它。我现在看法很简单，怎么发展都是好的，在我脑海里面没有一样事情是坏的，没有，它就好啊，它就好，你心情就很愉快了。我早上起来下雨，我觉得下雨很好，如果老不下雨糟糕，出太阳我觉得出太阳很好，老下雨就糟糕了，我天天都很愉快了。你不是一早上怎么又下雨了呢？你又不是老天爷，他要下雨你管得了他吗？啊，怎么太阳那么大，那天天苦恼。你看你的小孩怎么看怎么好，他就越来越好。
你看你小孩怎么看怎么不好，他就越来越不好，因为心想事成，一切只是简单的四个字，就是心想事成。没有一家人的小孩子是从小到坏都好的，没有，他总有一个人生的波折，对不对？我的大男孩，他一生最讨厌就是英语，他看到英语就讨厌。他问我们两个说，有没有大学是不要读英语的科系？有没有？可是他现在是美国的博士，在美国大学教书，当到副教授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我最讨厌英语的，这个是要用英语来上课。他英语讲不好，学生会受得了吗？当然受不了。你不好会变好吗？你急什么？不用急嘛。他一直在考大学，英文还是不好。一直问你有什么科系是不要读英语的，我就去读那科系。我跟你讲，往往最没有兴趣数学的，他就是考上数学系。老天就是故意这样，然后他数学变得很好。小孩子的事情不能代表他一生，观念会代表他一生，但是这些习惯啊、喜好啊什么，他随时在变，不急。我们的建议是说，父母要对子女有信心，不要老看不起他，你看不起他，他就越来越糟糕。你对他有信心，他就越来越好。人生是长期的竞赛，不在乎短期的优败，短期的优胜也没有什么用，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中国人说盖棺论定，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到最后那个棺材钉子钉上了以后，你才知道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。所以一生的过程其实它都是变化的，不用太介意。谢谢大家。